見到佢哋依家咧就分開咗幾個 column， 然之後每個地鐵站嘅落嚟嘅出口都守住嘅，基本上APM 嘅所有出口都已經守住咗啦。交代翻先，啱啱咧示威者咧就圍咗鯉魚門道，然之後咧就去咗觀塘警署度，好快咁樣圍咗，我諗幾分鐘左右啦，跟住咧警察就到場清場啦。但暫時咧就未見到有示威者被拘捕嘅。然之後咧，警察咧就依家分開幾個路去包圍地鐵站。啱啱聽到個 commander 咧就話唔好上地鐵站住，咁可能陣間就會上啦。我哋而家再睇後少少，嗱見到啦，喺馬會前面都嘅馬路都有警察把守住嘅，似乎係集緊啲人。商鋪都開始陸續關門啦。咁見到天橋上邊咧，都有啲街坊圍觀嘅。我而家就嘗試下跨翻入去。似乎欄杆太高同埋裝備太重，我跨唔到過去啦。收到消息啦，牛頭角站嗰邊都包住咗嘅。咁我哋見到馬路兩旁咧都好多街坊喺度圍觀嘅。咁暫時呢度都仲係繁忙時段啦 ，APM 下邊工廠區附近。可能鏡頭見唔到啦，遠處嘅地鐵站入邊咧都有好多市民喺圍觀嘅，好似天橋都係咁。咁啱啱又聽到指揮官咧問咧，就使唔使上去？
下行上地鐵站度睇下先。但唔知道警察會放下？咦，我哋見到一隊軍裝喺防暴喺上面落翻嚟啦，穿埋去睇下先。咁似乎係冇拘捕任何人嘅。咁早前咧，我哋見到喺警署出面咧會有防暴同埋速龍一齊驅散示威者嘅。仲未見到有啲咩行動。咁我啱啱聽到咧，警察話嗌車過嚟，咁似乎咧佢哋就唔會上去啦。然之後佢哋喺後樓梯嗰度稍作休息嘅，見到應該係佢哋所講嘅三棵林、四棵林就去咗後樓梯嗰度。我哋上一上翻去。一個出口咧，都仲係有警員把守嘅。我睇一睇啲消息先。係啦，咁似乎咧，啱啱咧，示威者已經又再轉場，應該係去咗牛頭角。我再睇下下邊先。如果冇咩動靜的話咧，咁我暫時個 live 就去到嗰度，去到依度，跟住我可能會去牛頭角站或者九龍塘站去睇一睇先嘅。拉嗰隊人啊！我暫時 zoom 埋就唔見到有任何被捕人士，可能喺呢個角度睇唔到。
咁佢哋就應該係同站上面玻璃入面嘅示威者對視啦，都係用電筒照電筒，同埋有激光槍嘅。繼續，我哋睇下行唔行到佢嗰個位置先啦。警方部署都是希望截到的人，但是又不敢入去地鐵站先的。我們就看到呢，這個位置就開始有人群聚集了。可能計了那些即是怎樣可以走上，都是一些街坊來的，並不是示威者。出招不好難，應該齊。我咧就暫時係都係冇被捕人士嘅，咁見到後排有幾個人喺度不停咁打電話同埋傾偈，應該係call費總署嗰度接收一個指令。收到消息就應該是轉了場的，我現在直播就停一停先，我現在轉一轉過去第二個站那裡。